家袁理展，这里是我们的房地产节能讲座，那希望能跟我们请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购买房地产所需要的一些知识。那我们第一场的讲座现在开始，我们欢迎华美银行的这个华美保险经理Alison Ju 李碧霞来为大家说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保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欢迎Alison Ju。我们谢谢华美银行的这个华美保险 Alison 经理来跟我们做仔细的讲解，他们跟他的 team member 还会留在这边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他们。那么现在怎样的人会买不到房子？下面从明天的1到20条，如果你有这下面这20条里面的一条，用现金买房子只是手段，买到以后一定要重新做贷款还钱，把资金再拿出来。现金买房子最安全，但是费用不高。如果你的信用分数不好，如何修补信用分数？这里面有几写了几个建议，我现在讲一下那个南加州，我们的附近最抢手的区。除了好学区以外，最适合投资的房子是在我们的郊区，所谓的 Eastern， 卖价从去年的9月份，大概35万，现在已经涨到45万，所以这半年已经涨到10万块，10万块跟35万来比的话，它大概已经涨了30%，是属于一个投资型的房子。如果你们有多余的钱，可以考虑到那边去买房，单就好，不需要填表单。待会儿过到20分钟，我在下面等你。好，谢谢。我们谢谢唐先生，谢谢哈，谢谢他的精彩演讲。我们之后当然是希望说设计成或者是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再是说像之前一样，而且在家里面放地毯走来走去，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说在瓷砖这一方面放一些白色啊、大片啊，让整个家里面看起来很干净清洁的地方。那在买的时候呢，我们室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使用瓷砖，客厅的是一楼的室内大部分的话建议都是使用瓷砖或石材，因为这样子在清洁方面，在防脏。
对对对，那卡坎来讲的话，有很漂亮的高清瓦面，对，也有整个比较小的一个它呈现记录是在这边，也有可以放在酒店，它放在酒店的话，你可以录音你的录你的什么问状况，对对，所以这些也很好用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来的那个三八是带 WiFi 传统的，对，那它就是在做一个explanation 中的，可以拍一下，拍一下这个，对，啊，是荷兰，这个我可能现在可能没办法帮你查，就是我可能要去。各位观众好，这是我们 Home Depot 生涯世界日报的展示，因为我们有新的 management team， 然后我们对华人这个市场非常非常 pay attention， 所以呢将来以后这种华人的展示展览我们都很踊跃的参加，很多华人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Home Depot 所有的 service 或所有的 installation 跟它的服务，那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华人的服务的 associate 可以帮你们这些忙，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公司来，我们可以一一向你们解说。那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too， 如果有任何客人、任何华人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进步的话，please 踊跃的向我们表达，那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达到你们的要求，谢谢。嗨，各位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我们世界日报这个家居展。哇，这个大家都很高兴。哎，我们美金文创这次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我们这个公司最热门的东西，准备一些 sample 来让大家看，也在这边也尽我们的能力来介绍。我欢迎大家，如果我介绍不够的地方，请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工厂来。我们的工厂在La Pointe， 我们的地址是526 Hof Garden Street。谢谢你们，大家拜拜。各位好，我是赛普特刘凡群，我是负责整体设计，然后这些新产品，这次有机会很荣幸带到这个世界日报的居家展来展示。那我们这一次展示的主题是大概分为四大类，除了我们一贯的电视机以外，还有所谓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像 Car Cam 就是行车记录器，那广受欢迎。那另外一项我们带出来的新产品是叫做 Soundbar， 也就是音响 Enhance 这个所谓电视机的这个speaker。 那除了这之外，我们的音响功能还可以上网，经过无线上网可以去 browser 所有的不同的网站，那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新产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一个智能性的互动式的一个白板，那我们叫 IWB， 这个产品呢是非常适合各个公司的任何这个会议室使用，经过所有的 data 这个储存，然后修改展示会议以后会议记录，那经过一些这个传送都可以到各个不同的这个模式去，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产品在试推到市场里面来，所以这一次我们热烈的这个收到一些热烈的这种回应，我们感觉到这个新产品是非常适合这个现在的市场发展。谢谢。是 SolarMax 太阳能公司华人部经理 Johnson Chu。 那很高兴这次能参加世界日报所举办的居家展。那大家所看到这边 SolarMax 有非常大的一个摊位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太阳能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省钱。我们有不同的方案，有投资的，有租赁的，有购买的，有分期付款的。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太阳能的话，可以来参加明天的居家展。那大家在这边的话可以跟每一个太阳能公司 SolarMax 工作人员做一下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带好自己的电费账单，专业人员可以帮你讲解怎么样使你没有投资的情况下省到每个月的电费账单。谢谢。哎，各位好，世界日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 Respark Business Inc 的，我们是做大自然环保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大自然环保多利用太阳能我们是要将这个彩虹故事呢搬上舞台。那这个彩虹故事呢，我们有故事书，有 Karen 的，然后我卖环保袋来支持我们，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歌舞剧然后可以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让大家多注意说我们在尽量能利用大自然的能量来维护我们大自然的生态现在就是我现场有一些就是做的 model， 那个有故事的起头，这个起头呢就是这些小朋友然后看到水珠然后掉到湖里面，然后有这些水珠有彩虹在跳舞，然后再下一个呢，这个就是现代舞现代舞它就是把它用火烧山啊然后来表现大自然的变化，然后这个变化大自然里面的变化有踢踏舞啦，爵士舞啦，现代舞啦，来穿场整个大自然的变化，然后一直再到整个这个彩虹小精灵掉到湖里面，然后又被太阳照射到的时候，又变出很多的彩虹，之后它变成了太阳能汽车，这就是我们彩虹小精灵要变成一个太阳能汽车的一个过程。之后最后的梦想就是想我们的小朋友以后上学呢都不要有家长接送，他们有太阳能汽车非常的安全自己上下学，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希望你们如果有机会跟我们一样支持大自然环保的话，请你们多支持参与我们的表演啊，或者是说donate给我们，请支持我们，谢谢。